各位姐妹啊，你们拍过一块多一桶的桶装泡面吗？这个呢是志凡家的桶装泡面啊，厂家呢是24.9，给大家发整整12桶，但是老弟呢还有3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啊，咱领券去下单，直接21.9，到手是整整12桶。咱家这个桶装泡面呢是志凡家的啊，而且呢是关凌老师代言的，每桶呢都是117克的大分量啊，也不是那个小克数的。咱拆开一桶啊，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分量。我这是香辣的，还有红烧牛肉的，还有泡椒的，还有那个酸菜的啊，4种口味可以选择。它里面是有一个小叉子，脱水蔬菜包，料包，还有一个酱包啊，还有一个面饼。咱看一下这个面饼这个厚度啊，这个分量，这个面饼呢是70克的啊。很多老铁说啊，咱家这个面饼太小了啊，咱对比一下外面超市卖的4-5块钱一桶的泡面啊，那个都是85克的，咱家这个70克的啊，看一下这个厚度啊，中规中矩，不大也不小啊，1块多一桶啊，咋吃都合算。咱去泡一下，一打开这个袋子就是浓浓牛肉汤底的香味啊，特别好闻。这个面啊特别筋道，看一下这个汤底啊也是特别浓郁，1块多一桶啊，咋吃都合算。这个汤底真的太香了。Thank you.